看我吗？靠近一点啊，没关系，你可以再近一点。杰克，这真是太神奇了！他是谁？为什么可以保养这么好？知道答案后，读者有没有吓一跳？因为大家印象中的娘子是娘子，你站不动就死给你看。心中都有永远的娘子许秀年的身影。她过去是杨丽花歌仔戏的固定班底，但近几年因为耳中风，右耳几乎失聪，将时不时会晕眩耳鸣，因此淡出歌仔戏界。不过眼尖的读者九日捕获野生娘子许秀年，她趁着周年庆去囤货保养品。读者根据许秀年和柜姐的对话判断，她应该是品牌 VIP 来着。秀年阿姨的钱没白花，你想看65岁皮肤还可以嫩成这样，小编跪求保养品牌啊！能够多关心旁边的人，咱们事后就关心一下许秀年。她不好意思的笑说：“对啦，就是去买东西呀。”想念秀年姨的朋友也千万要记住以下日期：这个月26、27日，她将在淡水护卫炮台演出户外史诗剧《战记1884》。娱乐动新闻，那我也很期待这一次的演出报道。苹果的新闻是记者自己跑出来的，这是他跑得更快更好，属于你的媒体苹果新闻网。